各位同学，我们请就坐哈，我们要开始上课了。啊，这节课是闭幕式哈，那我们邀请到我们那个参议院张文彦张议长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就感谢大家来参加，啊，因为有恁大家，咱才会成功啦。是哪会安尼讲？啊，那像阮即几个啊，哪有可能的代志嘛？哦，啊，这是事实啦。所以拜托大家，回去较高话咧，啊，较敢讲咧，无犯法啦，拢。去甲较有专业的少年咧，拢叫伊来上课。我来安尼讲，咱爱用足侪人啦。实际上，你看，流氓政府就足清楚，电脑化以后，人。要咧增加呢，公务人员的薪水的支出，拢伫咧增加，佮有当时啊，佮请一些雇员哦，所以咱就会了解吼，真正。咱直直咧交税金啦，啊，伊乌白甲你用啦，咱想看卖，嘛研究做七年啊，过一年八年，有啥物大建设无？开的钱比顶一天。加几啊亿，所以几啊条，甲即卖我所知的靠到四条外，所以咱一定体会到讲，流氓政府伊是足清楚要离开啊，所以。乌白甲你舞，拢舞遐个放烟火啦，舞遐个无存在的一挂开销浪费，加钱加开完就好。啊，咱即马以后拢是。落在大家的身上，因为恁已经是高级班啊，所以大家人拢爱有这个责任，因为咱会要做宗旨，带来看咱的宗旨，咱的宗旨是啥物？是。为百姓设想，大家若无这个意愿，要替百姓做代志，替人民做代志啊！你来读，来这上课了后，等于白费啦，无什么路用啦。你后摆啊，你若任职了后，多犯些做一寡不利于人民的，多惹变心。所以大家要有这个决心，咱这是革命团体，革命团体，咱的主张
开信的时候拢讲过啊，大家我足清楚。吼、哦，咱不再重复。咱即马闭幕式，就是要强调，咱大家有这个意愿要替咱啊未来的咱的子孙服务啊，要做贡献，而且无私，那么拢爱为百姓设想。咱来遮上课，大家会了解无看我嘛？大大了，大家我拢自同铺嘛。无论你的阶级，以前董事长也好，啊，总经理也好，大家拢大到顶嘛。这就是我们是平等，哦，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来到这拢是学员，啊，所以咱的目标是为百姓设想，这是咱的宗旨啦。我甲大家讲，咱比科比搁较早，因为安怎？安怎讲？科比伊即摆咧做诶代志，那是为虾米？台北市诶百姓嘛，因为伊当然即是讲，伊认为吼，经常口号讲改变城镇，啊，实际上就是天佑台湾啦，安怎改变城镇啦？伊重点是伫代，伊那是。啊，为台北市民，把他看为一个家庭共款，伊这伊心内底所写出来，那个好人就是安尼写。你看这个人，他就是哦，完实体啊，完好门里啊，就是讲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些人民，他都是要去照顾，要去服务。啊，我都跟大家讲，咱的宗旨，咱把主张定出来，咱的宗旨，几啊年前咱都伫遮咧讲课，拢有去讲到。啊，那遐拄好，柯批来选台北市长。啊，拄啊！去年伊咧写好啊，大春联的是伊写这几句啦。啊，所以实际上，咱比科比搁较早。大家，咱会得想到咱的想法就是啥？咱啊，无这个心情啊，来。解决现在的欺骗的迄、那个等的看法啦，因为安怎那遐拄好，一个变的，一个骂的，倒起来都啊骗啦。咱那遐拄好啊，吼、哦，迄骗都啊一个骂的，啊，佮倒一个变的都啊骗啦，啊，所以。我甲大家讲，就是这无法度，这可能台湾的业障啦。吼、哦，那伫佛教咧讲吼，讲是讲业障啦。啊，那其他的宗教吼、哦，我拢对什么宗教拢接受。吼、哦，我来去到耶稣遐，我都阿门吼。啊，我拢接受吼、哦。啊，所以我是无，我是安尼咧讲。就是那一刻都好，前个总统啊，甲后个总统啊，合起来都啊骗。啊，实际上我足体会到这个时阵，因为我大部分拢伫学校，我会使讲大部分吼、哦，应该起码来讲，咱这个所在呐算学校，啊，所以拢几乎可能我有。缘分啦、
因为在初中、高中啊，迄个时阵啊，诶，奇怪吼，遐个叫做老师啊，是校长，徛伫讲台上所讲诶，甲落讲台以后，甲一般所做诶，哪会拢无共款？啊，这无法度啊，拢用骗诶教育方式。啊！伫讲骗的过度，尊啊通过啊骗的过度是啦，伊个问题就是啥？无必甲咱的人民教出一套啊，这个观念，讲较歹听咧，马英九起码以后啥物要未解决？哎，伊个身份都还未解决嘞，实际上就是安尼啊。啊，咱实在咱本土台湾人吼，足故意个啦。安尼，何伊安尼凊彩讲讲个就骗去啊？啊，实际上真啊，足知啊，足明确个代志啊。美国是一个法治个国家，你无家己去。班，伊讲啊，我久无去，就作废啊！啊，你要走出来，为加拿大走出来，伊哪会知影讲你出国啊？这就是大家拢知啦。啊，噶起码咱本土台湾人也是点点啊，无一面讲，这个袂杀你。啊，黑死啊！哪里呾？美国要甲你修理，唔甲你修理尔啦。美国伊前面讲啊，这个马英九都我控制会掉的呀。啊，马英九就是人有诶讲较歹听，以前我是咧甲咧做代志的呀。吼、哦，有诶讲伊我咧甲联邦政府做代志，啊，我咧甲美国做代志。有诶那安尼讲，啊讲啊都 CIA 啊，咱台湾头。两千个伫内底啊，好类似安尼啊，所以讲啊，你都听我的话，我都给你做啊，唔爱甲你驳空啊。啊，那有人会驳空，迄有人迄是想超过啦。迄、那个李庆安啊，大家知影无？啊！伊就是公民，好啊！佮底下讲指责，话甲大细声，啊！佮讲指责，佮伊个问题，伊个代志算无看到啦。啊！别人代志，啊！讲指责啦。啊！所以，唔只可能美国看了也袂使讲啊，这个个想超过佮伊啦。李庆安代唔代知袂？这就是啊，啊，就中国人啊，面皮较厚啦。啊，那像咱哦，咱歹势都歹势要死啊！讲真正无法度去拄到因嘞。啊，当然，头拄啊，咱一个同心啊，咧讲一寡我的情形吼，啊，有咧讲到伊人力银行的代志啦吼。啊，我只补充的，伊讲唔对啦。我是安尼讲啦吼，伊人力银行啊，迄阵啊，我咧做协助里面时啊，伊有要求我去加迄个登录啦，吼，所谓去登录就是讲他是邀请的啦，邀请我说叫我写啊一句格言啦。因为他要来编世界华人名人小传，一定要有格言。哦，啊，我讲好啊，啊，你来邀请我，咱也是讲也有荣幸嘛，哈、哦，他看得起我啊，我就写啊去了。我的重点是两
等于是一句话就是两四个字了，最重要了。现在再提起来，告诉年轻人，或是你跟你的下一代，告诉他，也给他一个观念。我当时说这态度了，哦，态度是成功的基础了，啊，那叫做态度。大家去想，惊讲，因为我拿我女儿的例子了，告诉大家了，她这个都是事实。她原来，因为我女儿也在国外，她在白人公司工作，啊，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啊，工作。她来问我说：“老爸，我要去上班了，我要注意什么？”我跟她讲，你到新的单位去工作，你一定你的工作态度要做出来啊！什么叫做态度？我提供他说，先问啊，你的皮肤什么颜色？因为他是白人社会嘛，白皮肤的在指导嘛。啊，我们是什么颜色？黄的嘛。你跟白的，他会拉你去做重要的干部吗？会偏袒你吗？亲戚关系有没有？根本都没有，都谈不上。就我先问他的皮肤，因为他那是在国外，如果在台湾就不能这样问了啊。所以我说，因为你的皮肤跟人家不一样，你的主管交代的工作说你三天跟我查账查好，你两天做完了，你就拿着做完的报告就去交给主管说我已经做完了，还有没有什么工作？因为白人社会，他们白人都比较直，老板叫你三天，有的白人都在那边，实在他可能也是两天做完了，他就在那边摸摸摸摸到第三天再去。我跟他讲，你不能跟白人一样，如果你跟白人一样的话了，先淘汰的先淘汰你，不会淘汰白人。所以他听进去了，效果也很好。他在那边工作三年，等于白人同样的职位的，在那个公司差不多要做六年，因为他的工作量比别人家多，比较麻烦、比较重要的都会交给他做，因为交给他不会偷时间，都如期提前完成，没有办法完成，自动加班跟他完成。啊，如果你是老板，你虽然他是黄皮书，啊，你是要用谁？这个就是天下的道理嘛。他真的是，所以他当时候说要到英国去，我说好，老爸还在赚钱，只去读两个学校了，一个是剑桥了，一个是牛津了，啊，如果其他的就我不供应了啦，哦，那两个名校嘛，我们是出来一定要名校嘛，他可能啊，自己都在拼命在读书的话，他到英国以后一个礼拜人家找他来工作了，因为他有把自己的精力放在
那么也他们也透过人力银行放在人力银行，马上原来他去是去啊英国的当地，他是在啊不是啊那个伦敦啊，就是伦敦的人家就约他要找到工作了啊，你看他说他就不要读书了啦，他本身现在也是英国会计师，类似这样啊，要跟请大家共勉了哈，一定要告诉都是成功的，还要告诉大家。有心啊，有心啊，一定成功。我也要告诉这个是有我自己的例子啦。我本身当然这个就是同学啦，来邀我们说。我们去考会计师好不好？同班同学啊，我说很好啊，大家去啊。我所读的是工商管理，并不是会计系。我们当初要考审计学，只是审计学没有修到。那他要我两个去读。去别的大学去修审计学，去读审计学，这个就是要有心。当时会计师考试是个位数的，大家晓得什么叫做个位数？考下来两三个，一年考下来三五个，没有近十个以上的，如果十个的话就是两位数，都是个位数，就是这个就是有心，所以他也考上了，我也考上了，我蛮感谢他的。我在111人力银行要我写这个传记的时候了，从小写到啊工作，到国外去回来这个阶段，有提拔我的啊，我的恩人，我一一的在我的传记上都写得很清楚。我们班上的同学也是。如果他没有找我来，大家去修审计学的话，我可能我就没有具备这个身份。啊，当然，那个是另外，在学术上的身份是另外一个。哦，啊，大家都有带手机来，现在啊，顺便啊，你就去找我的资料。你张文燕，我们课程表里面有嘛哈，写张文燕嘛哈，啊，你现在就打进去，张文燕教授，上 Google 跟雅虎带电脑啊，带那个来的啊，都去找一找，就可以找到我的资料。有时候坐车的时候碰到年轻人，啊，跟他谈这个。他也听得不傻傻，有时候我说你这样好了，你先打进去，都叫他们打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找我们这个理念啊，我们不是像一般所说的是诈骗集团啊，你也可以找我，
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给他，张文彦啊，你当然张文彦太多了，蔡其安名太多了，很多人，到底是哪一个？你加两个字就好了，张文彦教授就可以找到我的资料，那以后就好沟通了。我讲的话不会骗的啦，不是蔡其安遐讲凊彩。公共的话讲到讲，啊，你讲到嘴角全破了了，哦啊，这个就是要跟大家讲哈，恭喜大家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基础的最基础的教育了，现在啊，也才去穿服装啊啦，哦，啊，当然我们的标准服装啊是这样哈，我也把帽子戴起来哈，这个是我们的标准服装哈，啊，这个是白的，啊，这个是黑的，啊，裤子、皮鞋黑的，好啊，这个也很出去都蛮大方的。我们为什么这样要求那个？高级班通过以后要回来再来参加各种的啊考试也好，各种的训练也好，都要这种服装进来。服装可以代表一个人的精神，你随便乱穿看起来，有的穿汗衫啊，有的穿那个啊奇奇怪怪的衣服，看起来没有精神嘛。讲一个不好听的话哈，可能我如果穿白衬衫的话啦，白衬衣的话啦，一定打领带，可能在学校里面呢培养出来的，所以。出去看到我如果不去运动，因为运动的话我就会穿那个汗衫嘛，运动衫嘛，穿布鞋嘛，哦，要不然因为早期我们学校训练出来的就是穿白衬衣一定打领带，说不定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啦，吴思翰校长看到我，可能说：“哎，这个年轻人也是穿衣服，怎么会穿得也这么整齐？”我的感觉上是这样啦。我出去都这样啊，啊，其他有的老师穿，怎么还去我们那个年代有的还去打领带的啊？根本不可能啊！但是我。如果穿白的一定是打领带，说不定这样，要不然我没有背景呢。当时候我要升等的时候啦，吴校长吴志汉校长他说张文彦太年轻了啦，说我太年轻了啊，好在旁边我的主管啊都有来头的呢，是周庆忠，大家晓得周庆忠吗？那个我们蒋经国是秦春燕院长嘛，副院长就是周庆忠嘛，他的机要秘书在，内政部调过去当啊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他的机要秘书刚好来台北商专当系主任，啊，那个时候是我在系里面。
他跟吴思翰讲说，这个不是年轻不年轻的啊，年资都到了，别人年资都到了都升等嘛，啊，为什么张文彦年资也到了，为什么没有把他升等？因为跟我讲话这个也有背景的，所以他也有背景的啊，所以这样他说啊，好了好了，就升上去。我也是很感谢他，他没有一提哈，我可能说不定了哈，都没有办法拿到教授。因为为什么那个升副教授的时候，这一关最重要嘛？副教授升过去以后，就可以当啊学校的一级单位的主管嘛。所以我也蛮运气的啦，换三个校长，我还担任一级主管。换三个，我是那个学校的三朝元老啊，我当时候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哦，一般啊差不多五个人啊，四个老师一个工友啦，国立的嘛，公家的嘛，一个助教，一个讲师，一个副教授，一个教授，再来一个工友。你学校多少班，依照你的编制，我系里面有十个班，顶多你十个教授。所以早期台大的教授啊，不止一个，不走一个副教授都没有办法升的，公立学校早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三十几岁拿到教授，我的教授证书，中华民国到我那个年代啊，我是啊记得印象是3470号，这个差不多应当是这个号码，差不了多少，3000多号。那这个就是要跟啊大家说明，就是我们的做事啊，讲出来都算话，不会讲出来不算话啊。当然有的学校的主管和学校的老师上台来讲一种话，下台以后又讲另外一种话，都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来定一个4月1号是什么愚人节啦。啊，奇怪哦，为什么要定这个节日？他要在骗我们呢、啊？他不敢讲啦、啊，跟那个一样，跟郝柏村啊，跟啊连战。说柯批啊是什么黄林啊，下一句也不敢讲了、啊、下一句应该要怎么讲？柯批不能来选台北市我们流亡政府的首都的市长啦、啊、他没有资格啦、啊、应当要这样讲，要不然叫黄林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他们在选流亡政府的首都市长啊，喊出黄明，但是下一句不接下去讲。我们就是他们的教育啊，都是在骗的啦，什么都在骗啊，光复节也在骗啊，现在光复节没有了，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嘛、哦、这个
是这种情形啦、啊、哦。那啊，我准备的一些 PowerPoint 哈、哦，啊，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当然，初级班的时候也有提到了啊，我们尽量找初级班有讲过的，我们很快啊啊不再啊重复了，我们会讲的比较啊，因为初级班当时候都这些都有讲过嘛哈啊，我现在啊来跳到了，因为大家毕业了以后啦，都要到各州去，到州里面去。因为为什么我们在感觉上，因为有时候坐高铁啦啊，坐计程车啦，都会发生这种现象哈、哦。很多碰到跟他谈了以后，不了解要怎么去办身份证啊，不了解要到哪一个地方去办身份证，所以我们现在啊，来把各州啊，来把各州的啊那个州办事处啊，把它给大家参考哈、哦。我参加毕业五十年。大学毕业后五十年的同学会，我去参加了，碰到一个学长，他是理事长，啊，我跟他谈一谈，认为哎不错，要来办身份证，啊，他说他在台北，要到哪里去，啊，问我这些啊，我只好我打给那个知事了，台北知事叫他转。台北市的进办去跟他联络，后来一个礼拜以后，我又打电话去说办了没有。后来他怎么讲呢？他说：“哎，我们的讲话都被监听了，因为我们鼓励他去办，去哪里办？啊，他的电话都是用那个啊工会打出来的，啊工会打出来，我也回他的电话，都也打进工会。哦，原来真的台湾这个啊监听是这么厉害，因为是台北市的一个重要的工会的理事长，他我们讲完了以后，他监听完了以后，那个监听人员打电话给他了，他说：“中华民国都对你们这么好啊，你还要再去办什么身份证？”啊，我告诉各位哦，我在这边讲，我一定负责，哦，不是随便讲一讲，有人哈、哦、啊，有地点。啊，是谁都可以讲出来，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全世界都在看，哦啊，真正你们要进一步更了解啊，我可以再，要不然我现在把它讲出来哈、哦，他是老国代的，所以啊，那个国代末期了，他也是李登辉提名参加啊。国代的人嘛，他是也是国民党的系统的人嘛，啊，但是他现在当工会理事长嘛，啊，早期这个比较重要的啊理事长，你没有国民党的话，可能要选上的话，困难度也蛮高的啦。哦，类似这样给大家参考了哈、哦。啊，我在这个地方啊，也要给。全世界本土台湾人知道，如果你现在回到台北来，你可以参考一下哪一个地方比较你们接近，
你可以到那个啊办事处去啊走一走看一看。你要办身份证，你就到这个地方去。啊，如果大家是你们这一桌的，你也要把它登录下来。你回去以后啦，你时常去跟他看一看，走一走，啊，说不定好康的就在那儿啦。安尼大家唔知知无？你若无去遐行起来，人哪会捌你啦？这就是同款啊！我所说的就态度啊，你愿意来参加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成员，你必须要由州里面去，因为现在大部分一些人事案都是由州长啊，等于是知事啦，改为知事跟啊啊进手去安排了。那早期有人不清楚啊，有人不清楚。当然早期是这样，最早的中央的啊这些，我说中央的参议员好了，是由各州，我们31位，各州推选4位，剩余的由中央来推荐。啊，中央推荐，早期秘书长说：“哎，叫我看哪一个。”啊，我因为大部分都不太认识嘛，啊，我说那就请秘书长推荐。啊，类似这样。啊，现在因为大部分都是已经定案了，那么几乎都是由州里面跟郡里面去安排，所以大家一定要回去以后态度要做出来啊，去跑一跑啊，你专业是什么，看有没有你的专业。因为讲到这一点，我还再补充一下，我们团队里面我们的同心也有蛮专业的人才。为什么？上个月我去屏东县政府审查一个案子，外聘的3个委员，我其中一个，当然我出去都是穿这种服装啦。啊，3个在那边评审完了以后，他另外一个跑来跟我打招呼，他说他还是同心，因为我不认识嘛。好像大家如果上完了课，你没有主动找我，我真的也不好意思，我也真的是不认识了。他主动找我啊，我才知道说他是同心。我说啊，你的名片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份？拿出来以后，我看，因为他也是专业人士嘛，一看建筑师，一看成功大学建筑系博士，再来那个啊进修科技大学副教授，也是一个专业人士，又一个是学者，真的是有专业的。这个就是告诉大家，你们要多去州里面啊，去郡里面走一走，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你们在哪里的啊，刚好如果没有的话，啊，你们先写一写啊，电话联络一下啊，去问一问，哦，那你态度做出来，人家
就会安排嘛，这个是真的。你常常去，大家都认识了啊，刚好有这个位置，那么也请你来啊，这个就是这样。好啊，我们这个是台北说的啊，在板桥的，他说啊，京都办公室下，我这个也去过了哈。成立的时候我要上课，没有办法去了哈。那我可能差不多三四个礼拜前吧，我也去啊。去的时候下了板桥车站出来，往左手边一直走，就可以看到招牌了，可以看到招牌插旗子的啊。民权路也很短哦，不长。大家，它这一个好处呢在哪里呢？你如果开车子的话，它这边呢、啊，从它的也是左边这边啊，有一个停车场啦、啊，你可以开进去了。开车子的话很方便哈、哦，刚好这个房子后面有一个停车场，就是从这边进去，从这边有一个空啊巷子，那个好像可以进去了。进去这边一大块停车场，这个有这个方便的地方啊，有车子的可以常常开去看看嘛。后边路过的话，顺便可以停车啊，如果不停车就麻烦了嘛，是不是？啊如果你不是开车的话，都可以啊。那么坐到板桥站下车啊，坐下了车啊，出去左手边啊，这样走，这样找啊，可以找到，应当走路差不多啊七八分钟而已啊。我看是七八分钟哈、哦，因为知道方向的话就好走了。啊，不知道方向的话，还要再问的话，十几分、二十分，可能你问到来的话，差不多了。对了，嗯，对。啊，呢？好、哦，中山路好、哦、啊，大家啊，以后也应当稍微刮胡一下那个啊，这个地方稍微如果可以改说板桥火车站下。顺着中山路方向啊走几分钟哦，啊这样更好哦，写更清楚一点啊更好。那这样的话，大家有电话啦，可以打电话哦，电话抄一抄哦。在国外啊，本土台湾人回到台湾来，你应当要到各地区的。啊，那个办事处去看一看，走一走，了解一下。好了，重庆北路三段，啊，233号，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写一写哈、哦，啊，把电话抄起来，啊，要找的话了就方便了啦，哦，啊，手机啊都有 GPS 都找得到，哦，都找得到哦，对啊，那个地图啦哈、哦，那个地图去找，但是你不知道他没有跟我们点名政府的，还没有把我们建立了哈、哦，那就是。地址要写一下哈，台北市重庆北路啊，重庆北路三段啊，233号，233号啊，电话也大家记一下，25994537。
因为为什么要给大家看？因为碰到有时候要问我，真的我没有办法全部都知了解哈。我有时候都叫他要不然打到我们中央办公室来问一下哈。类似有这样的，来东都办公室。这个没有，也没有写清楚哦。当然地址是这样写很好了。我们这个叫做昆阳站下车。昆阳站大家晓得吗？捷运站哦，昆阳站下车的对面，昆阳站的对面。下车以后看对面看，看到旗帜的就是了。哦，这个。那个板桥跟那个南港啊，这条线的，板南线的昆阳站，哈、哦，这个地方，哦，电话2789-2707，哦，希望国外本土台湾人回到台湾应当去参观一下。再来还没抄完再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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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丢给大家？每一位同心，你是在南部，你台北也有亲戚嘛，好康的爱到修补啦，你爱打电话给你的亲戚说，有时间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啊，先你不要跟他讲什么，先去了解一下然后他去了解回来你再告诉他，这样的话就功德无量嘛。你就介绍一位就是同心来，说不定以后他也会感谢你啊，到时候真正执政的时候，人家普通办身份证他拿的800块你同心早一点办拿1200那他会不会感谢你？一定会感谢你嘛。如果你现在没有跟他讲，没有跟他打电话，以后他会骂你的，好康的都没被倒修补，是不是会这样所以这个那个电话地址抄一抄那就方便了这个有时候说你会用电话问嘛他是昆阳站但是这边没有写出来，我们应当是再加强一下那个交通的地方昆阳站的对面就对了，下车就对面看到有这个标示的地方。桃园的话在新竹州总办公室在桃园市中山东路55号03-3319051这个你们新竹州有亲戚朋友了都要抄一抄打电话去把他邀请虽然你不是在新竹州你也可以主动请他们到那边去了解一下好了没有还没有好好我们再来看大溪大溪
哦啊，他在登龙路，哦，1-2号，啊，他的电话是03-387-1019，哦，这个是大溪区哈，登龙路。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竹东市，因为我坐高铁要回台南的时候了，刚好碰到一位啊，也是老先生了，他穿着一看就是一个士绅啊，他戴一个帽子，西装笔挺的，一来我先坐嘛，他一看到我先跟我打一个招呼，他是啊坐在我隔壁啊，后来我们就谈一谈，我所讲的这些人他都认识，因为他拿出来的名片啊，我一看啊，他的理事长是黄坤虎，他的理事长啊，因为他是新竹市的可能会长啊，啊，因为他是台湾社的名片啊，我一看啊，我就跟他讲说啊，黄坤虎我也常碰到，坐高铁常碰到，也跟他常聊，还后来再聊聊又谈到台湾省政府啊，他说林郑泽他也认识哦，林郑泽是新竹市长当两届，他说这个当官也不会贪污了，他说林郑泽也不错了，所以啊，我跟他谈，因为我说林郑泽我跟他同事过，所以谈一下，说我身份证给他看，他说他要办身份证了啊，啊，我就我的名片给他了啊，我的名片是义工嘛，哈，义工名片啊给他了啊，他我就拜托新竹州的知事找新竹的办公室的人去跟他接洽，他要办身份证嘛，可能先打电话去了。他太太接的，可能奇怪，他是不是人家又要骗他了？因为有诈骗集团，因为他被以前心地好哈，也被诈骗了几次哈，所以他不在了。他说有一个年轻的啊，他谈的怎么样我都不晓得，我刚好也没有去问新竹说的进手，说他这位先生去了怎么样，他一直要问我什么啊，我会自己去，我要 会自己去，说不定也不愿意给他太太知道他要去办身份证、哦、可能 是这些因素、哦啊、他又打电话来，他说啊，不在，你有打电话来，他以为我有打电话来、哦、我说不是，我可能请我们新职啊 办事处的啊同心跟你们联络吧，是不是礼貌上应答方面，或者是说他说啊，我太太如果啊那么讲话讲得比较啊不好的话也请包含，因为他不晓得以为是诈骗集团，他以为我打电话去，所以他要跟我讲抱歉呢、啊、还是怎么样，因为我是没有打电话去哦，
啊，所以现在有这个地址的话啦，我们只告诉他，他会自动的，他会要去办。哦啊，这个，所以这个蛮重要的啊。啊，你也要帮忙。如果你的朋友在新竹的话，他说：“哎，他都不知道呢。”哦，我们他说我们这个他都不知道，所以利用这个时间呐，大家抄一抄。啊，那现在我也要抄一抄哈，那可以去告诉他，哦，那个这个是新竹市东光街，哦，东光路145号，哦，他那我跟他打电话告诉他，他去那边坐一坐，那他就会，要不然有的太太啊跟先生讲好了，太太一定说啊碰到诈骗集团了。哦，电话571113哈，哦，哦啊，这个是啊，新竹州的有没有人在？哦，新竹州哈，哦，啊，新竹有朋友的有没有？哦，新竹有朋友哈，哦，啊，你打电话给他哈，啊，亲打给亲戚朋友了哈。后来再来看哈，我们中立有朋友的话，也可以把它抄一下。哦，中立区民主路5段21号。哦，啊，他42020035。啊，哦，啊，所以。啊，来，我们再来。啊，还没抄完啊，还没抄完，来，再来。要拜托大家哈，哦，中立有朋友，你就打电话告诉他，希望他啊打电话跟你的朋友讲，去看一看。中立镇，去吧，中立区啦，民主路啦，5段21号。好了，我们再来。啊，大林，有时候吼，哦，带那个相机来吼，哦，智慧相机都照一照吼，哦，啊，回去还带在口袋里面吼，哦，都方便。哦，有时候抄一抄，啊，就比较啊不方便哦。哎，这个照一下也快。啊，你在车上啊看到朋友啦，啊就方便啦，啊就可以告诉你的亲戚朋友说啊到这个地方去，啊照一照就很方便哈，哦。好了没有？好了，好，好，还没哈，哦。啊，仁爱路2段106巷11号，电话哦02-2686-8973。再来。台中州啊，在这个台中州啦，应当要讲说台中火车站下车啊，下车以后啦，那个往啊，往左边走，差不多
几分钟？五分钟？我也很方便嘛，哈。台中火车站一下车，啊，往左边一直走，往台中公园那个地方走，哦啊，五分钟就到了。啊，如果你坐高铁的话啦，它有一班免费的接驳车，啊，坐啊在台中啊高铁下车有免费的接驳车，有一班也有一班免费的车，坐到最后一站就是公园，台中公园站啊，就对面，他下车是在公园那一边啊，对面啊，这个对面是公园呐、啊。啊，大家照好了嘛哈。啊，来，我们再来。啊，来看台南州总部，在中华西路一段271号。啊，这个是06-263-3495，这一条路啦，就是要去安平工业区那个地方啦。哦，健康路那个安平港，当然还没有到那边去啦，就是在那边附近啦，哦，靠这边啦。哦啊、如果找地图哦，查一查中华西路一段271号啊，照一照哦，北部的南部有朋友打电话给他。好，再来看台南进，台南进的办公室啦，是台南市北区公园路551号，纵贯路。这个是你如果坐台北南下的那个公路啊，纵贯路啊，它可以经过这个公园路，因为下交流道以后啦，永啊台南交流道下来，第一个啊永康交流道下来以后啦，啊一直走啊到啊台南市这个阶段啊，会经过公园路啊，他就从这边经过啊。晚上我们这边有一个招牌啦，都点亮的，这个地方广告效果也很好。啊，有兴趣的打电话给台南的乡亲，告诉他啊，去这边走一走啊。再来嘉义进，哦，嘉义进啊，是嘉义市西区博爱路二段，因为博爱路啦，我知道是火车站啊。如果从到嘉义市，从火车站后火车头出来，应该是这样的啊。哦，因为那一条路就是博爱路嘛，我知道哈、哦。啊，你们要去的话，应当可以坐到啊。火车站或火车站啊，走下来应当 很快哦。他有电话哦，23669119。因为我为什么你们高级班呢要给这个给大家，以后啊你们介绍的人，我们会有电脑去统计，
看你们的态度怎么样。如果你介绍人越多，那当然你的贡献越大嘛，这个就可以安排你的知识啦，那么啊就进手啦，可能就会安排你们更好的一些工作嘛。这个都是用科学的试剂啊在做统计啊。啊，所以没有关系，他是在嘉义啊，你认识打嘉义的朋友，因为嘉义的人，嘉义人去跟他介绍，他认为说啊，这个没有什么啊。如果你是北部人，打电话你给你嘉义的朋友，他会相信你呀、啊。啊，你打电话去，他就可能会参加了嘛。哦，这个就是要拜托大家哈、哦。好，来，这个照一张啦，应当效果很多地方嘛哈、哦。因为照片要讲的话，也就讲了。干脆啊，照一张这个抄比较麻烦了嘛，好啊，照一张一按一下啊，那就全部都放在自己的资讯里面了啊，以后要用到啊，很好用了。真的，到时候每一位同心到整个每一个地方都有同心在，一谈到同心都很好谈嘛、哦、所以说希望大家也知道、哦啊、来我们再来好了没有，好了、哦哦、好了，我们就要再换下一张。高雄州总部三民区自立一路387号，这个要怎么写呢？大目标叫做给他起的义市场。高雄哦，你要问路的话啦，要当然，那么自立路可以，他这个就是旁边就是卖义的哦，义市场。给他起定了，哎，问一下，一般高雄人都很清楚，给他起定哈，义市场弄个啥呀？好啊，再来，我们再来，南子区啊，南子区，它是啊左营进啊左营进，那么加昌路这个是工业区。附近啊、哦、工业区、哦、高、那边南子工业区附近、哦、加昌路245号、啊、电话0736029915、啊、这个我也去过、哦、这个我也去过。要成立前 啊成立的时候我要上课啊，刚好我去高雄市政府审查，大家也会奇怪，哎，我是什么身份，怎么会很多政府都会叫我去审查嘛，里面感觉会怪怪的，因为我是工业工程委员会的审查委员啊，工业工程委员会的审查委员啊，他是必须是专家或是学者，我两个都具备，所以有很多案子都会找我去。那个联勤后勤司令部啊，我也去审查过，哦，类似这样。这个是在啊。男子的地方哈啊，因为我去高雄市政府审查啊，顺便到那边去跟
喂，早上或是下午的时间。啊，剩余的时间我就会到我们郡里面去跑一跑，看一看。我都是这样的啊，充分利用嘛哈。来冈山，就是在啊冈山区民主路28号，哦。啊，有没有南部的朋友住在冈山的？啊，有的话你就可以打电话了嘛。哦啊，这些都可以跟他联络。好了，照完了，我们再来。哦，哎，帮聊啊、哦，这个是东港郡哈、哦，在帮聊。板寮乡中山路两段399号，东港郡。哦啊，大家唔知翕好还是查好未？啊？哦，屏东还没有啊，屏东还没有。哎，我们也有屏东的啊。来。啊，屏东在九如哈、哦，还有一个在屏东市内啦。啊，我说叫他，因为我刚好去屏东市政府，屏东县政府啦，去审查案子的时候啦，我也去那边去拜访一下。我没有到啊这个九如，因为九如又比较远啦。啊，我去屏东市区，屏东市区也有一个。办公室，好、哦、啊，这那个地方比较近啊，离市区比较近，所以我没有到九如这边去啊，我是到也是一个屏东近的一个办公室了啊，不知道有没有寄来啊？如果有寄来的话啦，那屏东近啊就有两个地方了，哦啊，这个地方哈、哦，我所知道的。可能啊、要用电话先约啦。啊、那一边屏东市区那一边啊，我等于好像是偷袭一样。所谓偷袭，第一次我有通知啦，第二次，因为第二次县政府再邀请我去的话啦，我就事先，因为第一次我已经知道。第一次去，我就当然事先就打给啊、屏东啊、知事嘛，啊屏东知事啊不进啊那个啊进所打给屏东进所啊，他就告诉我怎么样啊怎么去哈、哦。那第二次的话啦，我也是屏东啊，刚好我刚刚报过，刚好我们有一位同心呐、啊，他也是那个等于是外聘委员嘛。啊、他是在高雄市啊，啊，我跟他讲说，哎，我们一到那个啊屏啊那个屏东进去啊，他也很高兴啊，他开车子，我们等于是偷袭一样啊，去啊去看一看啊，的确人很多，在那边的人很多哈、哦，啊，里面也不错啊，里面。啊、也不错哈、哦，他那个里面哈、哦、还可以停车啊。来，现在看那个林雅静哈、哦，林雅静呢、啊、是在市区里面嘛哈、哦，大圣哈、哦，这个大圣路也是蛮大条的哈、哦，3路41号，哦，大圣路。现在照一照哈、哦，拿回去可以给你什么？给你的朋友，或是给你的太太看也好。有的太太说啊，您这个不要去了，不要，您跟他去。哎，钱在台湾这么地方都有了，你还怕什么？
因为太太怕担心说先生到时候被抓走。啊，不会，不会的，不会的，不会不会哈，安心了哈。因为当初我参加的时候，那次，我在这个地方讲，我是参加李秀莲的那个高雄新会的第二任的会长，我太太就反对了。啊，为什么来这边？我太太没有反对啊。哎，这个比那个新会，我们这是革命团体呢。他没有反对啊，他也来了，高级班也毕业了，我的孩子也来了，啊，这个就是事实嘛，啊，这个是一定是没有错的嘛，哦，我可以这样讲嘛，哈，啊，所以跟大家讲，照一照，以前都还没有这个嘞，我们五六年前。哪里会晓得这个不会，这个不会有问题啊，就是刚好很有这些朋友说啊，这个没有问题了，当时候就用张文彦，那秘书长讲说用张彦好了，后来我是张文彦啊，就用张文彦，以前啊有一些检察官来受信都用两个字的， 有一个啊，检察官也是用两个字 啊，有一个警察单位来受信都是县职的，哦，也都用两个字的啊啊，所以说啊，我这个是学术单位啊啊，问一问这个说没有问题了，三个字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告诉大家把这些照片照一照回去跟你的朋友讲说参加这个没有问题了，因为现在都可以看出来了嘛，哦，到现在都那个时段，我们那个时段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问题啊，但是我们看看这些都，这个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啊，一定成功的，哦啊，所以说大家来参加都有这个福气了。啊，古三进，啊，古三进哈，以前那个蔡，我们现在高雄，以前高雄知事嘛，现在。啊，又把他升到那个国务，啊，国务院委员呐，啊，就是蔡知事就在这边，啊，他成立一个这个地方啊，鼓山哈，啊，再来凤山，这个在大寮，啊。光明路二段，啊，215号啊，电话07-7877-617。那我们在自己的亲戚朋友在台湾各地都有嘛？啊，现在。把这个照一照传给他，叫他看一看，啊，叫他有时间就去走一走，那就是更快啊。潮州，这个潮州我去了，应该算一算，差不多应该有三次以上。因为这个也没有换了，哦，不只是三次了，上次在到屏东县政府的时候我也顺便到潮州，
我去潮州这个地方也去看过，哦，啊，跟秘书长去可能去两次吧，啊，这个三次以上哈，哦，这个地方。好啊，我们再来。很难得啦，很难得，在澎湖哈，啊，澎湖有亲戚朋友的啊，也可以跟他。马公市东文里179-13号，好，哦，照一照啊，朋友啊，澎湖有朋友你就打电话啊。如果国外啊，本土台湾人，你是澎湖人，回去一定要去看一看。好，再来，宜兰现在换到宜兰州啊，啊，在花莲中山路769号，这个招牌，你看。上面这个旗帜，哎，这个不是骗人的呢，因为有照片嘛。好，来，好了嘛，好，照好了，那我们再来。啊，台东啊，台东应当这个地方我也到过很。台东是长安街69号，0893267-89。好，再来。义里，哦，义里在义里镇城东三街49号，03-8980-457。义里有没有朋友啊？有的话打电话哈。再来，吉安乡荣昌112号。啊，花莲近。好了没有？啊，好了，我们再来。基隆，哦，现在基隆有了。基隆市仁爱区自来街39号。啊，如果我们等于是你们后来的嘛，哈，啊，你们有地方愿意奉献出来，在大马路上，你到桌里面就跟啊桌的知识报告啊，叫他去看一看。如果很好的地方，那当然。也可以成立啊，
第二个办公室也可以啊，哦，类似这样哈，啊，可以提供，不是说啊，我们后来的，那么就必须要，如果有更好的啊地点，更宽阔啊的地方，那当然也可以跟啊知识啊联系一下，研究一下，啊，可以去成立一个办事处。那个屏东郡就是这样的，屏东郡是有两个地方，啊，宜兰州啊，宜兰郡啊，大家看看。啊，用照的方便啦，哈，对，照的方便。好了，那我们他是在东山哈，啊，东山路啊，那么五段357号啊，这个就是罗东环镇这个道路上。好，那现在我们因为时间上的因素啦，我们现在来看啊，我们给使用我们身份证啊现身说法，这个要再强调一遍哈，我们使用身份证啊，我们啊现身说法。好，哦，来我们看看，这个就是我们早期的啊，这个同心他们几个成员在美国使用的现身说法。来，我们来放这些啊影片啊，先来看看。宣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每张1000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那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才内阁制，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洪道言，所以才有这个旗帜。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马英九啊，怎么样？生吞活剥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坪。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三新闻黄玉峰、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那我们事先哈，我要感谢三立啊。但是他没有24小时跟我们换，当时我只换一次就停掉了。那时候那是三个弟弟24小时弟弟帮弟弟帮啊，我看哦，要结束较紧，流氓政府要结束也较紧。啊，那时候都好，你刚才咱有哭起来，啊，无就即马要查拢查无啊。
好、哦、类似安尼吼，好大家知啊。好啊，咱因为伊甲咱讲吼，咱甲三力砍不练，就是讲伊甲咱讲啥，讲咱自己制造了。咱这块晶片是美国啊制造，吼、哦，这点伊三力甲咱报唔对去安尼吼。啊，咱即嘛去美国转来，你看这些成员呐、啊。去美国等啊，现身说法来，咱来看这，因为现身说法。李定、李书定，所有大家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李书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好 ，OK。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啊，这个是。第一个现身说法，我们再来看。那么黄石娇哈、童心他的使用啊，我们也请啊来播放他的那个。咱请过咱的童心，吼、哦、啊，黄石啊娇，咱个高将这里。请伊来现身说法，伊去美国来用着，看伊安怎讲。吼、哦，啊，这无到扛来吼。后、哦、来啊，阿姨，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甲使用的过程，好，大家了解者。后来，好，大家好，我好做黄淑娇，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伊是坐优越。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未记提身份证给伊，可是回来的时阵，我想起、我有身份证，那未记提何用？我才刚才提身份证给伊。迄、那个通关人员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送还给我，我很感动，我想奇怪、我出入美国这么多次，都不知道遇到这么好的，这么这么强送给我。后来呢，他给我另外走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盘子里面啊，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往上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
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者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哇，我感觉足幸足幸运，因为我有台湾民众有这张身份证，啊，好像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行我。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就安尼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足感动，我讲哇。吃到六十外岁，去到国外，这摆是相当尊重啦。因为咱常在国外出游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就感动，说很感恩一长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然后我用这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去国外就备受礼遇。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我看吼，国家接落来袂紧，因为伊国去值班吼，啊，国去拄啊有一个国外的回来，啊，又去甲推销。咱啊，同心嘛吼啊。一、那个做啊，黄石江吼，伊个足好嘞，伊去啊做宜兰呐，去值班呐，啊底下会进行哦，就这篇这张照片呐，啊你敢讲这张照片的来由好不好？啊好，哦，这张是我22号去宜兰，啊因为吼，迄、那个中医师。伊讲啊，我是外国籍的人啊，我唔免办这身份证。我讲办这个身份证，甲你外国籍是无关系，因为这个身份证对你来讲吼，会当帮助咱的台湾，甚至乎咱的子孙有国际地位，会当正常化。啊，虽然你有外国籍啊，咱台湾囡仔你伫遮出世啊，恁阿公阿妈或者是恁家的人拢伫遮，是不是呢？那你应该站出来替咱台湾做一件好事，唔才对。我讲吼，你的社会行这尼啊久啊，对吧？这个人，请这个对，那一位，他是中医师，而且呢，他是有好像印尼那边的那个国籍吧？他在国外已经有其他的国家的国籍。我讲咱台湾吼，就需要你这种人才啦。你少年人吼，应该要站出来。我讲我六十外岁啊，我都你做这件代志啊，你应该出来吼帮助咱台湾，啊，让咱台湾吼民众有较紧的一种。对吧？啊，咱的福利，你咪用用，咪用享用嘛，对吧？哈，啊，过来你咪用帮助你其他的患者啊，其他的亲戚朋友啊。咪伊听你讲了，伊感觉嘿，啊，这件代志有意义啊。伊就随甲咱的同心啊，另外一个哦，边我徛我边迄个同心，伊就赶去啊，对，那一位同心，伊就带伊去地政事务所遐，哈，户政事务所要去办那个，啊，因的祖先的迄身份证，迄、那个来证明啊。哦，啊，过来伊个去翕相。一张翕好了，哎呀，相片就等因的朋友再去也摕就好。所以摕回来了吼，伊就真的当场把那个身份证申请书啊都写好了。啊，唔知足欢喜咯，跟我们去一张相啊。我一感动就是讲他听懂，因为国外满是假走透透啊。伊知影咱台湾无人吼认同啦，甚至伊嘛无了解咱台湾吼有这个机会，通我予咱家己以后用自治，啊，咱家己用管理咱家己。那有个像澳洲啦，澳洲那边的哎哈，生活水准较悬。其实讲我台湾，我住一段时间，我也想要搬去澳洲啦，因为我感觉遐生活水准较好。啊，尾啊，阮个训练师教讲，你唔是啊，你是台湾人，你啊对等下台湾帮助台湾才对。啊，无讲实，我十几年来，我拢伫美国满世界跳透透。我想讲，啊，咱台湾囡仔无互人甲咱注重，吼，无人甲咱尊重，咱囡仔也站出来，唔是为着咱家己。咱吼，咱世界的人认同咱台湾，这何等的光荣！我也想到安尼时，是我讲应该出来做，帮助咱家己，帮助咱的子孙，
和咱的地位正常化，甚至呢，咱会用讲造福足侪咱的以后的人。我感觉讲这件代志足荣幸的啦，啊，感谢吼，张教授，給我这个机会来只讲讲这咱这代代志。我回信员工，我个感觉是足感动，因为我会当徛来只只，我是真正很感恩啦。因为秘书长吼创造这个机会，和咱六十几年来，讲实在。有机会可以 重新开始，是咱的福气啦，是咱的福气。哦，大家更加高兴一下。谢谢谢谢。看了安尼，您家的感觉安怎？是不是回去国家阮拜托？做两件大事，第一介绍较有专业的少年的来受训；第二，亲戚朋友拢叫伊去办身份证。哦，啊，这因为美国甲咱讲，第一。训练四千名，咱是要接种。第二，讲你赶紧去办这个身份证。那讲到这个身份证啊，我要甲大家讲，是安怎？李登辉要甲台湾省讲废掉。美国也讲袂使，阿扁啊，讲我要用台湾国、台湾共和国去参加联合国，联合国甲退行。过来，伊讲我要公道。讲自民自决啦，带起这些人来自决啦。美国讲你是麻烦制造者，啊，就讲你是传播面个，你是麻烦制造者，是奈安呢？因为这两个拢本土台湾人的总统，伊无了解。国际法、战争法，因为因这的这个错误啦，咱拢读过啊，啊拢清楚啊。战争法有两个特色，咱过来学习一下，好不好？第一。流亡不能安嘛？就地合法嘛？吼，流亡，因是流亡政府，你都爱过回去啊？李登辉想要把台湾省废掉，变成台湾共和国，他们要把国民党就地合法。美国讲未杀你嘛？过来，阿扁啊，伊讲阿无我来参加联合国，因为这块土地都唔是台湾人民的，你要成立一个国家有四个条件。哦，土地、人民，啊个啊，国政府，啊个一个要做外交权，啊都拢无啊。因为恁所提，咱提出来身份证，拢是啥物？中华民国个啊，啊所以，伊讲啊无，咱来公道，
这些人民来处决，来公道。内地两种人，美国讲内地两种人免啊公道，大家想看卖咧？一部分是中华民国甲做遐小台啊走来遮，吼、哦，就咱所讲的。这个要做流亡政府就不能就地合法，哦，啊，咱即摆又搁讲，这个要做，这个土地用战争可以取得吗？咱的迄个要做土地啦，干那会使用啥？买啦，啊，搁因为日本啊，甲咱安怎，甲台湾已经按照皇民化的过程，把它改变，从以前是殖民地哦，台湾以前是殖民地哦，啊，慢慢经过皇民化以后，把它变成啊。迄、那个实施啊，明治宪法以后，我们变成台湾有可以参政权跟参战权，所以台湾可以去当日本的兵。啊，当兵以后死掉的卫公，暂时的放在靖国神社，起码当家日本的靖国神社有39,100个底下。这就是因为啊，日本啊，天皇已经把台湾在1945年4月1号实施明治宪法以后，台湾就是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了。所以啊，用战争没有办法去取得那个主权了。啊，咱我找一个叫做习近平啊，去见天王，迄、那个啊，咱啊做个 PowerPoint 吼、哦，给大家看一下吼、哦。啊，咱有迄、那个啊 PowerPoint， 因为迄阵啊，日本一挂少年的来的时啊，啊，我有课啦，啊，所以讲我做迄、那个PowerPoint 吼、哦。出来啊！好，来，咱来看这個。这迄阵啊，吼，在选照片的时候，吼，伊讲个选啊，伊伫面顶甲好落来。吼，这就是因为我来讲，请大家思考这些问题。咱我来讲这个小故事啦，吼，简单的讲。习近平去美国，迄阵啊是副总书记去美国，回来是访问，回来是伊知影讲天皇还有台湾这块啊土地，啊从啊伊要来拜访，透过啊中共驻日本啊迄、那个大使馆安排啊，讲要去见啊天皇啦，啊伊透过伊呢外交部。因外交部甲讲，你要见阮天皇哦，爱半年都要安排啊啦，歹势。伊怎啊透过美国叫美国安排，啊美国就按照这个日期啊，啊2009年12月15日透过美国安排。见的时啊，第一句话伊甲天皇讲，中国经济即马较好啊。想要来买台湾啦！啊，天皇安怎讲？讲阮祖先甲即马都无咧卖物件呀！啊，你要来甲我买物件？好、哦，啊，这就是，予大家了解者吼、哦。啊，这就是这个情形啦。各位很变安怎？早期朱镕基的时啊，一定讲。
台湾跟澎湖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后铁军头部，咱要李登辉要选的时，安尼甲咱划，吼、哦，要拍飞弹来，不可分割的领土。即马咧讲啥？即马这里咧讲啥？即马不是不可分割啦，因拢清楚啊啦，哦，因拢清楚啊，甲日本的前首相讲啊。因是不可啊，核心利益啊。温家宝说，中国是核心利益啦、啊。哦，阿姨即马画出来啦，画啥？画讲啊，钓鱼台啊，就是日本的固有的领土啦。因为钓鱼台就是啊，咱宜兰州的领土啦，啊，也就是天皇的嘛。啊，台湾就是天皇的嘛，啊，天皇的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嘛，所以因为不可分割的领土要按照国际程序、国际的程序来达到，啊，日本都做到，唔再跟你讲四月一号是骗人的，啊，无伊要创四月一号要创啥？啊，实际上日本人按照规矩安尼来做，因为四月一号是他们日本的会计年度的开始，都要在迄个会计年度宣布，按照四月一号。哎，甲你讲四月一号是愚人节啊，啊，别来讲，啊，伊迄头是流亡政府啊，哦，安尼大家唔知道清楚无？好、哦，安尼就。要拜托大家，大家唔知道有信心嘛无啊？回去做两件代志，第一，佮强调介绍少年来受训；第二，身份证叫遐亲戚五十拢来办，安尼好唔好啊？啊，因为。这条路，大家拢有这福气，会看得到啦。愈来愈接近啊！啊，那十二月二十甲十二月二十，我拢参加啦，去日本见天皇啦，已经四拜啊！去四拜啊！大家若要过来，咱斗阵来去好啊，好啊！好、哦，欠三万八啦！哦哦，即卖开始欠哦，欠三万八哈、哦！啊，大家来，咱去哦，百几个呢，实在无漏开啦！大家拢穿即丝安尼出去啦。真正，迄、那个靖国神社遐个遐个，咱三万九千一拜，咱去甲拜了后啊，拢甲咱转来呢。啊那转来了后，因啊过去过去啊，啊就是有这个现象啊。阮伫啊，因咧做迄个怎啊？咱咧伊迄个咧做迄、那个。发挥的时啊，轰隆呼一个安尼呢，这里内底拢安尼，足凉的呢。啊，这有去参加的人，拢体会出来。那有这个兴趣，咱传十二月哦啊二十，咱过来去做，因为安怎大家拢有够资格啊。你若初级班呢？我无要宣传啦吼，啊那高级班呢，咱希望这回破一个纪录好不？那要破一个纪录，就要两百几个啦。咱以前去了百几个，一百八十几个嘞，吼、哦、啊，所以当然唔知方便无方便啦。啊那两百几个吼，我足轰动的啦吼。安、哦、尼今日个只感谢大家，啊感谢，啊感谢。
各位同学，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张议长带来的